我見你頭先係咪好怕醜咁樣咧？都太短時間諗唔到乜嘢。咁今日玩咗咁多 game， 你覺得邊個 game 係最好玩嘅、最得意嘅？最好玩咁可能係吸引嗰度啦。吸引嗰度係因為可能有一個人揾到人吸我哋成手擁埋去咁樣圍住佢去幫大家吸咁樣。吸得多唔多啊？好好嘅。咁今日兩間學校啦去咗咁樣，有冇話即係個感覺有冇唔同啊？即係頭先就落緊雨添啦，頭先落雨有冇話好瀨氣咁樣？落雨啊，大家都可能去喺油蓋嗰度企喺度遮住，即係唔會話出到街咁，變咗可能就冇咁多人。同埋 BU 嗰邊新校嗰邊好似人流都冇咁多。即係而家就喺玻璃就玻璃就即係多啲人，同埋而家冇落雨好啲啲咁。剛才見你跟 Felix 拍檔就玩個表情的遊戲，那你覺得夾得好不好呢？不錯應該是這麼短時間都應該好玩可以。有沒有跟現在玩了整天跟哪個 U-Star 特別fan一點啱傾一點？有差不多了大概了，大概好即係中意同男仔傾偈嘅，女仔都有當然。係咪女仔咪怕醜啊你？可能啲女仔怕醜。